两位，两位，两位，还没，还没。我跟你讲，今天非常厉害了，看我们四周的环境，就觉得非常的厉害。高科技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们旁边啊就有 NASA， 我们来到美国太空总署 NASA。我跟你讲，你不要以为小小，它是一个模型哦。各位观众，你有所不知，因为距离远呐，就会呢。 实际的物体就会变小，缩小。对，所以我们来到美国出外景啊，真的是。基本现在人的综艺节目都觉得观众是白痴呢，很好骗啊。一看原来 NASA， 因为通常 open 就是要乱。因为我跟你讲，从小人国盖到现在有没有？我跟你讲啊，每一个来这边录影的人都已经玩过这个梗。NASA， 然后后面就到美国白宫啦。我记得每个人来都玩这种梗。我们几乎好像这边每一个电梯哦，那个还没有。对对，其他都玩过了。我记得没有错啊，在前几周啊，我们才胡扯。 过我们来到了埃及，今天要胡扯来到了。我们去哪里讲埃及？上次不是有一个很多那个雕像？有一个很多那个雕像，而且我跟你说，姜伟啊，这个心机很重啊，像我们在这边 open 有没有？哎，加油，出发！哇，谢谢，就摔到海里面了，这样很过分了。但是我跟你讲，今天少年动作一样精彩啦，我们还是准备了很多这种上山下海的关卡给大家挑战。对，又有水，所以大家就发现哦。 这个来宾就越来越少，而且我跟你讲，今天呢，来宾介绍出来之后，你又要觉得不舒服。不会，我今天 open 我就有一种蓄势待发，觉得今天我们是，那是因为来宾非常难介绍，那是因为你还没看到我们。先来介绍我们这边的，只有一个哦，非常可爱的张琪慧。 老板娘，先介绍，不会，真的，王总，先介绍，不会影响。好，那我们怀疑简佩恩。老板娘，一家接着一家，这个店啊，非常的大家。我上次有来，然后我非常会玩游戏跟过关这件事。哎，那我们想了，帮助你的。我们知道，感动，但这个帮助完之后，你真的开那家店有没有什么折扣？没有啊，是以后他碰着的妈妈去吃饭，我一定会送很多的雅达斯给你。哎，我才刚想讲啊，这个简佩恩的餐厅真的好吃，但是不给我们吃雅达斯，想加一下雅达斯说不行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到目前为止，我觉得我们四个其实就可以抵你们。真的吗？这个我觉得你们这样感觉上，简佩恩的实力啊，对啊，这样子。 不要，你们这样感觉上，简佩恩的实力啊，对啊，这样子。好了好了，我跟你讲了，一切的取决的这个权利啊，就看于我们这个来宾啦。如果呢，待会啊，我们发现收视率往下滑，那个后面来宾都不会出现。跟你讲，不会真的不喜欢的话，你就把电视转走。那算了啦，我跟你讲，因为他讲要宣传，我帮你宣传啦。我帮你宣传，等一下，不要进来啊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介绍，不要介绍的话很危险。这队长名字怎么样？对，同学。好，你去旁边休息。远远看哦，远远看，我个人觉得没有诚意的一点。 本节目的主持人有几个？有六位。对啊，那请问这一张是什么回事？你要不要？本节目的六分之一是不是？我们对啊。但我跟你讲，个人没关系，因为啊，这个封面呢不是汤君喜的照片，是林心如。我们看看林心如 OK 啊。他 close 一点没关系，这个范生源的这个原声带啊，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啦。那你连名字都还没看到，好，我跟你讲，这三个字讲出来，我跟你讲会转台，不信你看哦。好，我们现在欢迎汤君喜。啊，不要转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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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真的不会带很久，他真的不会带很久，你看就走了。今天的首发炸蝎子大餐，蝎子具有飓风、止痛、冲破解毒等功用，可蕴藏着丰富的养分呢。 我这几杯长有信心，你们拿下。我们每人两支，给你们一壶好配，我们的既定的。可以啊，我跟你讲，鞋子队啊。你们吃定了。啊，我跟你讲，我真的很想。管一下了，不要。太怕了，太怕了。屁股粘掉了。好，你真的掉了，对不对？出发。 这关的比赛非天排球，游戏规则很简单，比赛的人必须自己踩着这脚板，然后在排球未掉落水池之前将排球接住，就可以过关了。还有，大家要加油喽！耶！飞天排球非常简单，一踩空中接球，对，记得你这个东西曾经有口号，对。
懂需要国际共本他错了啦，好像是哈酷哈戳破，对，让他想一下，这要是什么哈恰破，酷秀哈恰破，哦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哇，有用心在学啊，少爷哥，不愧是，哦，对，你发明的嘛，酷秀哈恰破，所以呢，两队啊，刚刚完嘛，然后男生而已，男生来了，因为女生就太危险，来，你们先来，来，我们拍出。我们拍出我们一直在着重的 RMB 加风，来了，口诀一定要背好嘛，对不对？不许发加风，不许发加风，一定要成功。哪里哪里？不在，要过头了。厉害，小丽，成功。不是，应该是放那个，没有，应该是放那个，对对对。来了。非常的好，你白痴啊！哎，那么好接的，你飞过去，你人球都还没下来，人就先下去。你们接下来拍这个也跟他差不多。我们要拍出的这个戏，世上最 man 的男人，对不对？最 man 的女人，最 man 的女人，唱俊熙。我一定不会比他差，怎么可能那样？对不对？双双不练。来了来了，你的球怎么样？摆不好，小秘密，我希望你一踩根本飞不过游泳池。我原本觉得加风够滑稽，这个人更滑稽耶，他还要快把他接到了，没有，他还故作冷静，就这样子。他有音效。到上面，好，他是卡通人物啊！我跟你讲，刚才这两棒啊，纯粹是做娱乐效果，娱乐用的。接下来呢，正式的比赛啊，要开始。好，来，哎，感觉好像只剩下五五六六了。两个，你们两个，我先来，你先来。好，帅哥加油啊！要成功哦！来了，好，王少伟，护袖胯下破，护袖胯下破。念完口诀的王少伟是否能够发挥魔力水火观雷？不要走开，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喽。踩跷跷板不是叫你踹跷跷板吗？你那一脚未免也太用力了吧！破坏道具是要扣钱的，而你破坏道具球又没有接到，要扣双倍的钱。哈，少伟你损失大了哦。接下来我们要拍出的是底盘王巨梦者，加油！过弯前喊一下口号。速速哈架破，快快快！加油！速速哈架！要底盘王许梦哲这一踩，把球给抛得太高了。虽然在踩的同时也念着口诀，只不过因为体重过重，人比球快，所以直线落水。哎呀，可惜呀！换我们了，我要得分，加油！谢夫，崔学志，你要得分，口诀背一下，崔学志。告诉人家，你真实的身份是什么？研究灯，研究灯，研究灯。虽然是对这个有研究，我告诉你，研究灯，加油了，靠你了，学弟哥，超难。啊，在哪里？这真是可惜呀，你这一踩弧度很好，但是球抛得太高了，差一点就接住了呀，真是可惜呀。下一位 I am the one。 没有，我觉得关键取决在于踩、啊、所以口诀、哎、口诀背一下，口诀要念一下，对，富秀哈下风，对，告诉大家你真实的身份是什么，要讲吗？要，技术灯。好了，加油了，加油！
技术在人家的学生去了。技术生，你不要生气嘛！球抛出去打到收音的杆子是个意外，再给你一次机会好了。蹦！不要挡在正上方啊！加油了！技术生，技术生，技术生，技术生就加油了！技术生，你看办得到！就怕下坡。这球真是漂亮呀，不愧是队长呀，人不是一彩，为人不对添加了一分，技术生厉害呢，评价性够厉害呢，技术生比研究生还厉害。我们今天恭喜人不对以技术生大胜研究生，耶、下一关恐怖又刺激的终极密码登场喽！本关的对手必须依序说出数字，猜中指定数字即为失败了。失败的人必须接受泼水的处罚。还有大家小心猜，范围会越猜越小哟。哇！终极密码，厉害了，非常的刺激。各队呢派出三名人马，只要能猜中的人就算输了。没错，今天我们在36度的高温底下呢录制这个节目啊，大家都非常辛苦。首先呢，我们先犒赏大家，让大家呢先稍微凉快一下吧。稍微的，待会要泼呢。哎，我跟你讲，现在是让你们都平均量一下，没有？待会啊，一个人失败，一个人灌十桶哦。对，是散，是整个的，不能散，不能散的哦。这么多桶哦，好痛苦。是所有你看到的桶子都喷过去哦。对，好不好？所以是不一样的、哦。所以小心猜哦。除了一个数字的机会，这个场上的六名啊，其他的人不可以把数字任何说任何的透露哦。讲出来的生的小孩子啊，没有屁眼，也没有。太严重了。没有屁眼，也没有尿尿的洞。对，不要诅咒人家。讲出来的人哦，里面的水换成硫酸。好不好？锅，好，来，我们来看第一题密码是什么呢？啊，我不知道哦。好，来了，开场，开始。陈先没了，你先开场。对，二中。啊！啊！你要，36对。36到100。好恐怖，赶紧。啊，55。55到100。哦，55到87，80到87，哇，心梦被破，73，80到87，你怎么会有73？80到87，只有88，88，88，88，88，了，81到87，81到87，对，许梦泽来了，来了，许梦泽，81到87，中，没有中奖的可能性，中。我赌一个啊！好啊，出口呢？下一个谁？好，85，81到85，还有四个可以选。对，你不要笨笨的选。82、83、84，三个其中十一个。好了啦，有两个是我们这队的。等一下，你们这三个可以去拿水桶了，你可以去拿水桶。完了，有两个是我们这队的。哎呀，我有鼻子，我有看到哦。下面加油。82。上礼拜已经中过了。加油。好，现在轮到王仁甫出题了，他的号码是什么呢？什么都不必说，知道了吗？就那个。来，我先，加油啊，邵伟哥。王三，我有切一半。1到50。对啊，1到24，1到25，14，1到14，你很孬种哎，对啊，多少？7，1到7，切一半啊，不是说我没走，对，说我没走。不要的题是吧？切了，切一半，6，没中，除了1到6，除了，你是除了，我来，怎样啊？除了6，哈哈哈哈，赵伟哥，3，哦，三，3，1到3。
来，我们来看这一题，决胜局的号码是。哦。这个很容易中哦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对对对。好，加油。四十八。不能写，快点。哇塞。零到四十八。哇。零到四十八。二十五。二十五到四十八。三十二。二十二到四十八，二十五还有人猜二十二，对啊，二十五到四十八，口音，我说三十二啊，哦，三十二到四十八，三十六，三十六到四十八，这么快啊？三十，哦，三十六到三十六，从三六开始，四八五十，哇塞，哇塞，哇塞，你太夸张了，一桶一桶，这个要一桶，这个要一桶，不是，我想要问的是你。你知道游戏规则了？三六八十三七。哦，对，就是。三十七到四十八。三十七到四十八。三十七到四十八。快点！四十七。三十七到四十七。三十七到四十七。四五。三十七到四十五。一轮内会中。三九。三九到四十五。努力啊！中好了，我再问你，中一。四一到四十五。机会超高兴，机会，他跟我同一队的，好痛啊！耶！我们输了。这关呢，我们比下来呢，我们这队得了两分，你们得一分，所以是2-1，任务队获胜。耶！下一关。这一关比手画脚，三个队伍必须发挥团队默契，而其中队员比划出指定的题目，分别让两队队友潜入水中找出答案来，猜中者即为获胜了。哎，大家不妨一起来猜猜看吧。耶！水中比手画脚。好，这一关呢，就是要我们这队呢，先派第一个人出来比给他们看，然后呢，他们呢猜到答案之后呢，赶快游泳到下面去，然后呢把答案抢出来就对了。对，所以这个谁比都一样啦，无关，重点是猜的那个人要猜对。讲的都不算，一定要拿到牌子对才算，不对放下来再回来。而且呢，水底下有十几二十个牌子啊，到底是哪一个？有可能两个人去抢同一个，没错。所以呢，我们这边先派人比，你先，我来，我第一个比，我厉害，看好了，看好了 ，Watch me，OK，Ready。比手画脚的人府为什么要露那个屁股给他们看嘞？这又代表什么样的含义嘞？不要走开，我们马上就回来喽。好，我来，我第一个比，我厉害，看好了，看好了 ，Watch me，OK，Ready。为什么你会抢输？他先到没有？但他拿不起来，我要从这底下钻过去。我下面，他钻我下面，算你好了。耶！耶！我上来太绝了！老爷！有了！老爷！所以呢，正确的解答就是古宫妹。接下来轮第二把。好了，第二棒呢就是由我来比了，然后猜的人是简佩恩以及陈仙美。所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三题，第二题的题目是什么？哦，简单啊！哦，我一点都不会。切身题，好，息息相关题，对，息息相关，不能讲虚。来，预备，开始。
现在由协志队长来比给两位猜。哎，各位观众，协志比出来的题目，大家不妨一起来猜猜看吧。这到底是什么嘞？你先带上来啦。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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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我拿起来，拿起来了！陈贤妹，陈贤妹，陈贤妹，陈贤妹。好，徐梦哲呢，以及呢家峰呢，都已经就位，接下来轮到仁甫来比了啊！这一题呢，要比的题目是什么呢？剑哦，嘴巴不能动，对不对？不能动，不能讲话，对不对？准备喽，预备。是的，现在换仁甫队来比了。哎，仁甫队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颜色嘞？赶快，赶快！笑小鸡呢？笑小鸡，你要比谁？快打起来了！简单有力。现在家峰梦哲为了争夺答案正在猛力的搏斗呀。家峰啊，说实在的，你抢得过梦哲吗？哎呦喂呀，还来了个锅肩摔呀。是啊，现在梦哲奋力的向前，家峰紧追在后哟。梦哲信心满满的，似乎已经找到答案了，而家峰好像微不足道。哎，我说家峰呀，你是在捕鱼吗？简直刚上演的是水中摔跤，哎，好精彩哦！有一个明明就整个把它摔起来，哦，下甩过去，往后面摔。好，所以呢，现在比数啊，哎，2-1，第四棒，你们要派谁？你明天是你对不对？那你啊？我又游不过他。哎，那我跟你讲，因为我刚刚战力分析啊，我们应该会同时想到，那游我一定游不过。好好，没关系。派谁？你上，我来比，我可以想尽办法说比的东西你懂他不懂，好不好？哦，这样可以了吧？哎，不错不错不错，这一招比。来来来，好，接下来啊，就是两队的队长啊，开始来这个竞争了。我为面子啊，拼面子了，拼面子。现在的比数2-1，所以只要我们再赢一棒呢，仁甫队就输了。但如果我们再赢一棒呢，就要平手，平方要劈杯，对，劈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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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好，来喽。这一次是你比吗？哦，好。来，我的题目就是，哎呀，你这个不对，你比的不对。你知道的，抽奖啊，陈先生抽奖。陷入一片焦灼啊，两个人在竞争，水中摔跤，到底谁对呢？王仁甫手上有一个牌子，但是他牌子到底是不是正确的？孙贤志跟我的默契到底是不是最好的呢？等一下看到两个人的答案就知道了。现在两个人还僵持不下。王仁甫现在手上有一个牌子，但是孙贤志他虽然没有牌子，但是他一直在找他的答案。答对了。
一个单字，各种。对啊，王仁甫先拿到，但是他掉了，然后最后是孙权拿上来了，已经。我跟你讲，这一关不公平。他掉分了。大卫来评判，最后这个到底属于谁的？所以这一关鞋子队3-1获胜。下一关。坐上狂飙龙卷风，保证让你天旋地转呀！不止如此，乘坐狂飙龙卷风的队友还必须手捧一桶爆米花，在一阵天旋地转之后，手中的爆米花剩最多的就挂上了。哎呀，过程刺激，保证精彩。上去要猜拳哦，对，猜拳的英文是什么？叫做猜拳。Game Boy。真的吗？我只加 Game Boy， 但是这是我猜拳。哎，不重要，不重要，先来猜拳了。来，你们先，我们先。你们先。好，我们先来了。剪刀石头布。他叫做 Shit Man， Shit Man， 男人啊！我跟你讲啦，康君喜只能讲你在，对，没有一定是内定的，哪有你们每个都不内定？你出剪刀啊，全部都赢啊！对啊，出剪刀的，对啊，你如果出剪刀，我们内定部你也是赢的。好，我跟你讲，我们换我们啊，冒干单呐，打的九桃布，打的九桃布，打的九桃布。哇，你们两个带人呢！哦，你也是带女郎，你们来干什么？哎，太可怜了，你有资格抢人家带吗？哎，人家哦，他们是猜了好多把了，好多把之后才算你猜一把了。刚才我赢了，而且你是一家烤肉万家香哦，你天赋外国人啊，救命啊！来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布。我就说，就说嘛。可是我真的不敢做，我说真的。有人要英雄救美了。英雄救美我。好，我就你，我一个人做。用了三人。你为什么不敢做？因为我心量有问题。好。少一个。我也不敢做。那就我啦。好了，我要去也加分。我告诉你，对，你刚刚害了我们。你刚才丢了一次脸，为你们争光。告诉你，你要证明你不一样了。好，为什么你可以干掉梦如跟小伟，独留在少年特工队？因为我 man。对。他没有干掉梦如，是去出外的，好不好？不要把梦如讲的。我跟你讲，重点是什么？小伟现在已经晋级了，他已经是到进阶二班了。重点是他 man， man 的英文是什么？说出来。你这是 man 啊！讲英文的，你讲了那么久的 man， 不知道他讲英文的。我觉得奇怪，好，我还跟他想一下。所以嘉峰，你要为我们得分。对，谢谢。好，所以两队请就位。嘉峰，为了要得分，没错，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，你很怎么样 ？man， 他很怎么样？娘，你很怎么样？这样 ，man， 娘。我竟然 man 的男人，你怎么这样？你们队友呢？我队友，队友。你看，我们全部都在支持。哎，完成。加油啦！我们要加油喽！开始，开始。嘉峰，你要赢的。嘉峰，你要证明你很厉害。为 RMB 争一口气。好快哦！可以，可以。哎，喂。尖叫连连的汤君喜，仁甫看了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嘞？不要走开，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就回来喽。嘉峰，争一口气。跟你讲吧，我跟你讲，你跟我一样帅。你要认真什么？连队友都不喜欢你。有喜欢我？喜欢你？你是在说你吗？哦。我一定没有办法，哇！
记得没错啊，我们是派两个男生上去玩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没有女生的尖叫声啊？没有啊，家风都没有叫啊。家风他真的变 man 了。觉得我刚刚我赢啊，我以为我还有一点点在角落里面，什么时候全部不见的？可是你眼睛明明撑到那边。对啊，我觉得我应该过了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汤君喜没过啊，我们不觉得意外，好不好？对啊，训他，你撑很久。对，我刚才觉得好了，我告诉你，这一次我们后面要加油了，因为我们这个牺牲掉这棒呢，我们已经牺牲完了。等一下，我要问你是你。你刚刚的尖叫声是什么？而且他的叫声很像那种一个女人叫到没力的时候那种。你试试看在下面，没有，他下面好像有点松掉，刚才在动，我吓到了。所以这关呢，两个都没过，没过关之后一定要血池。好，继续猜了。第二棒，加风啊！你这样的表现，我很怕我们留不住你。对啊，我已经很尽力了，好不好？加风，鞋子哥挺你。真的吗？我觉得你有潜力。有了，你要撑着，因为你至少我跟你讲，你至少比汤俊喜还慢，把所有的爆米花撒。我帮你付钱，好不好？以后只要放假，只要放假，你就到游乐园玩，门票我都帮你付。各自玩，自己带桶子，带吸管，好，什么游的。加分我也挺你，太累了。我也挺你，你有浮板，我家的浮板跟面粉，吸管。骰子都借你吗？嗯，对。哎、欸，我们家里是开游乐园的、喔。你们这组的那个猜拳要猜多久啊？等很久哎。好，来，剪刀石头布。哎、欸，怎么只有我们？来，剪刀石头布。哎、欸，一定不会是加工。来，我有预感，连招会那么衰吗？连招，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啊！问你们两个，先梅姐让一下啦。好啦，来看一下。剪刀石头。加油！我跟你讲，你这个时候还有我，不要摸我！哎，我也不要乱摸，好不好？好娘！然后我们，好，我们四个来猜，四个就好。剪刀石头布。你怎么那么兴奋？等一下，小乔，你的叫声跟他的一样一样哎。到底一样高，你怎么那么 man 呢？是你很娘好不好？乱砍头，好吗？来，另外三个，剪刀石头布。哦，天哪！啊，会痛哦。怎么了？太好，剪刀石，剪刀石。真的吗？你要不要猜了？我一直剪刀石，你在那里讲话。剪刀石头布。耶！好，所以呢，第二棒请就位。痛苦要开始了。哇哦！这是我的现实。其实我很喜欢玩这种游戏，但是这个面子也飞太猛了吧 ！Oh my god！ 我晕了啦！怎么刚开始头就晕了啦？哦，对。哦。我受不了了。完了，想吐了！哦，Oh my god！
我真的超怕你最后那甩那一下掉，我下一位是也下一掉，你要抱的愤怒的精神就完。对，第三棒呢还是派你了，不要啦，我再，我可能没有了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虽然呢看一看在这结果呢，我们输对不对？但是呢我还是要说简佩恩你厉害，你厉害，你再怎么样呢你都比汤君喜强，厉害，我一定要跟他比。你看你里面呢至少还有这一些的面粉，而且还有面粉哦。但是我要说一句实话，我刚刚说有一些面粉啊，其实它的要掉了。聪明，聪明，我从底下接。你至少玩游戏有用脑筋。对。啊，汤君喜吃的在上面。加峰，你是最 man 的，不错，很明显的。那谢谢加峰，邪恶之队，拜拜。Yeah， 好了，所以呢，这一关呢是邪恶之队获胜，下一关。搞笑大作战100秒不 NG， 限时100秒之内，队员必须念完指定的台词以及完成游戏关卡才算过关哟。小可爱迷你君，要有大眼睛，牵住我小腿老长，大家要小心。大家好，我们是体格壮硕的小乐乐。饰演闪亮拉拉队，第一关吃炒饭，第二关吃泡面，第三关吃饼干，第四关吃汉堡，第五关吃豆花。我跟你讲，这一次呢，这个类型啊，我个人非常喜欢。你们都好，因为之前呢都很恶心，有没有？然后要做一些很累的事情呢，要过关。对啊，都是福利，都是一些好吃的东西。但是呢，好吃的东西啊，一次塞满哦，就不对啊。吃多了其实也不上次的慢吃好，有一次那个寿司啊，其实单个别慢慢吃还蛮好吃的料。可是如果你把它全部塞在嘴里，很不爽。比寿司都还好，我吃到那个没有熟的香蕉，那才叫哦，那个叫芭蕉吧？没有啦，你那是亚克力啦，你那掉地上是香蕉啦。好，所以加油了，加油，好不好？这是一种美味的这个享受啊！准备了，高下表演分析，预备。Action 是什么意思啊 ？Action 是什么意思？打文一样问问题。哎，没有，我觉得重点是他们现在多了好多这种东西，好可怕。不过就不用被打。我们要干什么？等一下，嘉凤。你一个师弟耶，他敢直接跟我讲说老套，人家得分啊，人家得分啊，要不然你们也可以派那个
那个，你得分了不起啊！那你这边考考，你得什么分啊？你有得分吗？你一点分都没有得，我们怎么要得分？高加分 ，Jack！ 耶嘿！接过来，接过来，大家都叫我大嘴哈利。哈利，好好吃的样子。加油！哇，我也是。有香肠的炒饭做很好吃。请问，今年坎城影展的影后是谁？方曼玉。耶！好棒哦！日本的泡面少年的工作也不花心了，来喽！你知道赵薇天蝎没做出什么样的搞笑事情来吗？谁又会是老鼠屎类？广告之后我们速速回来。好棒哦！这样蟹黄日本的泡面呢？泡面，还要加汤哦，汤也要喝。好好吃，蟹黄日本泡面，好好吃哦。那你要再买点。晚一点，要含住，不要吞下去哈。请问，太阳是行星还是恒星？太阳不会动啦，是我们绕着太阳走啊。那你在那边转，有人要讲话吗？太阳走算了啦。没有问题。为了羡慕依然，你拍戏之余也要多看点书好吧？失败重来。地球会发光吗？我现在发现一件事情。王立普，哎呀，你记不记得有一次，你看他今天不是他刚刚说他听到有人跟他讲答案有没有？嗯。我说他每次都听敌对的人讲答案，然后你们，你记不记得你们在比赛的时候，他告诉你们正确答案？对啊。是你。怪怪。难道这个没有办法？你要听别人的？那为什么上次？那为什么上次为什么妈吉在比赛，你还告诉他们，然后说发明电灯是谁？他在旁边说爱迪生啊。我想说外国人比较可怜呐，来台湾上综艺。没有啊，没有。其实我跟你讲，他事后跟我讲，我跟你讲啊，爱迪生是对的。他爱的是你们这一对。我终于知道了。哎呦，我跟你讲啦，下一次没见你们用一次。好来，搞笑演分镜 ，Action！ 接过来，大家都叫我大嘴哈利，再见。真的会吃到醉我天啊！好大一盘哦！快，请问，保龄球一局打满分是几分？太简单了。嗯哼。再说一次。三百分。正确。这我就不会，上次是维持好精彩的地方。正确。可以 K 了。加油，拜拜。你吃不下，赶快我后面帮你吃。快！好的，可以。请问，汤，传奇人物廖天丁，他最得力的助手是谁？我们回到原点，两个字，什么菇，对不对？这个。正讲答案，正确。正讲答案哦。还好，功夫，你是土拨鼠哦。功夫好酷啊，反过来又反。正确。还有一片。你根本都没吃进去吗？请问，如果跟小叮当猜拳，一定要出什么就会赢？塞进去，塞进去，
不要玩了，我要解放我的。赶快啦，赶快！加封不行，加封不行！赶快问，赶快问，赶快问，赶快问！还有还有，请问，二一，时间到。加封，加封！哎，他很可怜呐，前面的问题为什么他这么可怜？你再输一次，我们就来，文杰是我们示范，我们等一下要打他的力道，不要打位。来来来，加封你来看一下，我们会示范。那你们要知道，哎，是你们前面太慢，他没有时间哎。对啊，加封，他可怜哎。我们的力道就是这样。哦，二哥，哦，不要，不要，打回音哎，不要啦！你打仇人啊，打杀父仇人。没有，等一下，我还要这样，这样。这样，不要，这边很痛哎！有人喊吗？不过是个游戏罢了嘛。对啊。前面的问题好累哦，但是你也拖，打杀父仇你也拖很久时间。少爷哥，而且换外道去要。太厉害，少爷哥跟你换。别讲，我跟你讲，不能，我们不能够教导大家，这样的是一个错误的示范，我们不能够因为有发生这种事情就要打人，这是不好的一件事情，好不好？我们大家小朋友，我们要用好好的温和的态度，对，千万不要打人。你看，像叔叔这样子啊，就把东西弄坏了，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情。小朋友不能学，如果学的话，我会打死你们。自己要喘的跟什么一样。对，千万不要这样，因为会脑充血，好恐怖哦。再一次，最后一次，三秒分七。Action！ 救过来，救过来！大家都叫我大嘴哈利。Action！ OEC， OEC！ 赶快，赶快！哦，一定要过关，一定要过关，一定要过关！母养泰山长大的是猩猩还是猴子？猩猩。错。猩猩。加油！打裁判！打打打打打大会！打大会！维持好身材的秘方。下去。加油加油！加油！赶快赶快，剩一点点了。女人的胸部有90%的是脂肪还是水？你没有的东西就对了。对对，怎么会有水啊？别打，不打，把再来打。大家。怪这问题啊！哦，恶心。哇哇哇！人的精子在游动的时候是靠头的力量还是尾部？一定会。要记住。尾部。正确。这么好笑的东西，以后吃不到怎么办呢？正确。我是。快点快。请问，比萨斜塔在意大利还是法国？正确。不要玩了，我要解放我的位。赶快赶快赶快。请问，好，请问，月亮是从哪一边升起？东边还是西边？东边，东边啊？怎么会听到两边？东边，正确，过关了。加封，加封，有那么不舒服吗？好屌哦！刚刚少了几秒来了，你们在1分40秒。刚好100秒的时候过关呢，100秒，真的假的？等一下，但是厉害了，因为你们超过了27，没有啦，1分40秒，27，算啦，算啦，耶，神经病哦，没有那么那个，100秒27，你们超过27啦，100秒还没，你不要那么严格啦，人家101都算是100秒啊，加封都快溺毙了呢，但是我们刚好，好，那既然你们100秒，那第三次的100秒过关，对，厉害。所以，我们待会呢，我们要在3次100秒以内，对，好，加油。YMCA， 累哦累哦累 ，YMCA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出逃熊贼的少年特工啦啦队。再难的动作都难不倒我们，看，劈腿就这样劈下去。任务队饰演特工啦啦队，第一关吃油条，第二关吃辣泡菜，第三关吃甜甜圈，第四关吃番茄，第五关吃冰块。好了吗？好，确定。好了。当然确定。
准备了。为什么这样？因为他们两个说话不讲话。哎呦，你们两个不要给他们两个讲话，很难对画面呢。你看，这样子带家风就带不到他，带他了以后就只带到家风的胸部，很难对啦。哎呦，带我们也没有多好对啊。而且我们要他们访问，我们要他们访问你有没有？然后你们不知道怎么回答，然后很乱的情况之下去比赛。打击我们的视野，水战小队，搞笑版我们接下来，接下来表演快点金刚，看我金刚嘴铁舌功，永远都吃不饱哦。再见。哎呀，快点，打的啦。还有这样子，加油，看到你吐到外面了啦。请问，哇，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还是花果山？五指山。快点，关起嘴，快点。小朋友不要学，姐姐是有练过的哦。好好啊，练过。你做你外面练啊，真的很练过。真的很厉害。请问，岳飞在胸口刺的是哪四个字？王霄一棒，不用去爱谁。看我金刚腿铁舌功，永远吃不饱。再见。快！作弊！作弊！作弊！阿给是哪里的？哎，再玩。快点！好厉害，厉害，厉害！阿给是哪里的名产？道歉。再见。小朋友不要学，姐姐是有练过的哦。再见。加油，加油！请问牛郎织女相会的时候，哪一种动物帮他们搭桥？你们好开心哦！不要甩钩子了，快点！不要跳了！你们这关会出都出来成什么鸟？八道腰。腰啊，你是听到少年的部队疯狂嘻嘻乐来喽！你知道在游戏当中，杰志跟女艺人会发生什么样的暧昧关系吗？广告之后我们速速回来。会不会太油？哦，一条线吧。你应该不会觉得油吧？请问，棒打老虎，鸡吃虫，老虎怕什么？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阿里，走，别说我受不了了。再见。要咬碎，不能偷袭。快一点呢，摔进去了。皇上，你有病啊！要不是我在玩，你一直打我。你好，不打你。不要跟我们家咬碎就好了，不要跟塞。啊，我塞不进，那嘴巴太小了啦。会裂开，会裂开啊！他这个嘴巴会裂开啊！你直接塞，不要塞嘴巴了，太残忍了，鼻孔，鼻孔。他会裂开，他的嘴巴会拿嘴角裂开。哎呦，痛了！足球明星贝克汉的老婆叫什么名字？我。什么？我运动，而且我喝加布脱脂奶粉。再见。请问，海美，台北号汤君喜，时间超过了，你们每个人用的时间太多了，重来。小一百吗？没有。看我金刚腿铁舌功，永远吃不饱。再见。人家腿铁的。哎，快点拉我时间吧。拉我。请问。这样比较好吞呐。请问盐水风炮在什么节举行？你一定不会。杨小姐。再见。
要开始减肥了。请问，用手吃饭的印度人，他用的是左手还是右手？右手，正确。哦，好厉害哦！差点一下，我解锁受不了了。失利。第一张，加油！小乔，你要变呐！对啦。好，快，请问。好。肾脏台语叫做什么？不会台语。肾脏心叫做什么？他不会台语，我们赢了。我是八点档，很难赢。你叫肾脏什么？心脏，那不是心脏，心脏。你刚刚我百活运动，而且我喝加风日，而且加风脱脂奶粉。请问，王仁甫是天秤座还是处女座？不能讲王仁甫，不能讲。他别来，他别来。没有看出来啦。处女，没有。他那么难，就是处女。处女。几秒？严格把关，过关了，好可怕哦！哇塞，这一次更快耶，快200秒哎！好厉害哦！那马力哪里？问问题问那么慢，那谁叫你要欺负大会？我跟你讲，我们都不敢得罪大会。这样，我那里请问大概有20秒吧。请我在喊的那方面有20秒。好了，俗话说得好，有始要有终。来做结尾，做结尾。对，没有，我们要先走。没有。现在来到香艳又刺激，每位男艺人都为之疯狂的疯狂嬉乐喽。现在队伍必须在限时之内以人中夹住吸管，男女间隔依序传到最后一位，累计最多的队伍即为画上啦。对，我们一男一女配好了，好不好？你们先排好。我跟你讲，你当第一个，我当第一个，我守候，对，好不好？右手垫前垫后，守候。演唱会即将在8月28号举行，6月底开始售票，请各位观众朋友尽情的售票，谢谢。我好怕这一段跟那个汤君婷出来一样啊，都是一段唱。好，来站好，站好一排哦。来准备了，要计时哦。预备，3分钟是？3分钟，3秒钟，计时，开始。找一个小年轻的嘛，有是啊，貌美的，有没有那个姐姐嘛？太多了，后面有机会，好，我下练走，先下走。什么感觉？哎，你们痒痒的，太长鞋了，还有鞋子起鸡皮疙瘩了，还有鞋子，我跟你讲，来自哪里，你知道吗？陈千美，你看前面故意听不到，后面的听到就是给他。哎呀，又想亲人又想被亲了。你看，哎呦，完了，糟糕，目前为止一根都没有。大家请看一下黄少伟在干嘛。不要跳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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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
你不要笑了，好难啊，这个好难哦。哇，这次好厉害。哇，有练过。好幸福，幸福。齐慧来，齐慧。你看，齐慧冷静。男女生间隔，男女生间隔，男女生间隔。哎呦哎呦，你看这一切的。大家都抹防晒呀，每个人的脸都有了。来来来来来，我跟你讲，问题一定又在陈先生，都在好东西。快快快快快！陈先生，哎，不是我，是我。你看陈先生故意要叫叫叫亲他哦，又故意要叫。你看，问题都在陈先生这里的，各位观众。很多你不要去啦，我就说陈先生不要这样，因为你这么饿，我去了啦。陈先生不要这样，陈先生你这么饿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快点。我跟你讲啊，嘟到脸上硬夹了。陈先梅很饿呢，腰哎，我都帮你撑得这么紧了。你看前面无杂念都 OK， 因为他们不会。我跟你讲，嘟到脸上硬夹了，快了，就夹了啦。我跟你讲啊，就是一种渴望啊，渴望的心，渴望有你。哎呦，再找一根，再找一根。哎呦，怎样？我跟你讲啊。不要解力链哦，不要解！哎呦，嘴巴，嘴巴，嘴巴，听到了，听到了！哇哇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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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齐慧亲了好几下，我跟你讲，这些里面啊，只有家峰跟陈先梅刚有真正亲到，没有亲到，而且齐慧的嘴唇是湿的。我跟你陈先梅故意在中间，有没有？这样就一定会亲到嘴巴。老公，老公，你会不会夹？你是白痴哦！没练过。你们这是用放的还是用夹？嘴巴要夹好了，夹啦！我破门都夹了。太油了，夹不住。有你的头啦，有。厉害厉害！我跟你说，夹旁边一点，先梅。我看我好厉害哦。我说这旁边怎么了啦？应该没不要再一个没脑筋。听到，又听到，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嘞？王仁甫为什么那么生气嘞？改良式啊！你干脆叫他躺着，然后叫女生压到身上来好了。对啊。在跳浮板当中，谁又和女艺人发生亲密关系嘞？不要走开，我们马上就回来了。你要去改，我跟你讲，你去管一下你们的陈先梅了。他吼，你看哦，前面呢、啊、都是这样子哦，夹边边啊，到陈先梅他就故意要用中间，有没有？然后、啊、他就知道后面是小弟弟、啊。我跟你讲，今天我觉得是先梅跟那个家。陈先梅跟家峰，你就过来。家峰是人中有问题。我来了，我要好好跟你们讲一下。夹的时候觉得，哎呦，我跟你们讲，人中太短，弄不起啊。你们好太短，你一开始都夹得到。我跟你讲，后来开始有杂念。对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有杂念，难怪。要不然我每次他讲一下你就笑。还有我跟你讲，你们两爸听清楚。好，没有，那是因为说中他心里面想讲的话。没有，腰阿哥脆搭。我们还有一点，我们还有一点会失败的原因，又饿又渴。你们两个不能因为敌对有汤君喜，你们就清醒。他就知道。说你也是少爷。我知道，说的。我这关很厉害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只要一根就过关了。真的，以为那么容易就可以跟？我跟你讲，我一根都没有。我跟你讲。我相信你们，但是他心有杂念。我哪里心有杂念？他对着我心有杂念。你投了，我对你心有杂念。我跟你讲，你还讲得出口？我们这队策略是这样子：三分钟之内，我们就稳扎稳打，
有没有？一根就好，一根就够了，一根就够了，基本上这个可以收走。好，我就不相信你们可以，跟我们家一根就过了。好，来，等一下，人数对。好，赢了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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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但是我跟你讲，你不要赢了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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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赢了啦！不要以为我们只有一根，你们就会哦，你们我们一根都没有，你们就会赢。对，因为呢，我们知道你们把老鼠屎摆在最后面。对，你知道吗？刚才我看过你们每一个棒次的安排哦，我就觉得哦，蛮强，也不错，都越来越好。哎，嚯，感觉很有默契。决胜棒，还好，结束棒，我是决束棒，好不好？成功晋级就靠你了。你老实讲，你这个成功晋级啊，陈宇弄在这个地方真的是恰到恰到的。看到他，以后陈宇是你可以拿这个当地区成功晋级，好不好？好，好来，志尧加油！他前后的，你前后都有呢。哦，真的心有杂念哦，还有心有杂念啊。没有啦，我跟你讲，徐梦哲喜欢比较矮小的啦，这样。哦，再发现是怎样？快点，快一点！我跟你讲，快一点，好强啊！我这里有。干嘛太？好，那我用你这根好了。来了，用我这根。干嘛偷藏吸管？哦，他要自己要回去喝鲜奶茶。好，换一根，换一根。我们自己来。原来，然后再换一根，换一根。教我们偷藏吸管，你看什么？你不要抹汗呐，很恶心。好嘞，都一样。好了，快点，实力强，什么都不怕。好，一贝贝，计时开始。哦哦哦哦！后面谈恋爱啦。对啊，你如果要许梦哲，就你家你店，现在你最好要注意一下。小乔，如果你下一个礼拜还想要来，自己要注意。什么每个都可以的。汤君喜。跟大家讲什么叫做前功尽弃，脑起来喽！鱼嘴唇，不要哭，鱼嘴唇就死了你！知道不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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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来了，快点来了！你在说你？出来了，慢慢来了。小强，你自己要小心点，你要小心。对，哪里伤？哪里伤？你们这边怎么两个那么投入？哦，太投入！我们前面太强了啦，我们前面投入，他们前面没有夹到。成功晋级，成功晋级！你们都有换棒哎，没办法，没办法，我们那是老弱同根的变换。他你这边讲夹边边没？他对讲边边，他夹边边的。不可以这样，不能夹边边的，哎，不能摸，手不能对。好，不起来，小乔干嘛？你干嘛？嘴巴嘟起来呀！汤君喜，你到底从何居心啊？但是汤君喜，我支持你。非常好，你非常好。来，因为我们前面最强了，前面很强啊，成功，不能啊，要砸脸了。我跟你讲，这关如果不带你，我拿两根吸管插你鼻孔，你要录成胶。你这样子有没有？嘟起来之后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往上嘟。嘟嘴巴，嘟嘴巴。这样，就这样，这样。快点，我先来。快点，快点，你们只剩下一分钟而已，人走队，加油吧。很快哦，我们前面其实很快耶。但是我相信汤君喜。老鼠屎，哎，我们先。老鼠屎。老鼠屎。我相信汤君喜。老鼠屎。要下去。
面的时间我们都要来庆祝了，来开玩笑算了吧。但我跟你讲，你真的太夸张了。我可以做一下午，我跟你讲，你干嘛去？怎么会有？啊！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.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. 他们那种啊，年纪大那种就是输不起呀、啊。对啊，我输了就开始这样。哎，我帮你们制造胜利的气氛呢，怎么这样子？怎么样？我们这边呢要有运动家的精神，没关系，胜不骄，败不馁。为什么会？你们可以跟我们一样好的。为什么会觉得不舒服？你知道吗？因为有他还能赢，我认为。对，你这是给我们双，这是因为我们打的关系。因为我跟你讲，因为为什么请来小乔？因为克他。原来啊！不要碰，马总，不要碰我们家的人。他是我们家艺人，你碰我儿子。而且你刚第一次吐口水，第二次还吐鼻涕。有，他是故意的。还有第三的鼻屎，不要碰你。很恶心哎！你们怎么会找一个这种队员来啦？所以这一关人不对，1-1获胜。下一关。光鲜竭力这一关是勇气与默契的大考验呀！参赛队伍必须依序跳过两个浮板，在第三个浮板上聚集，其中一人落水即算失败了。哎，到底哪一队的默契比较好嘞？光鲜竭力，全队的人呢都要到达对面的那个红色垫子，全部在上面不要掉下来才算过关，有两次的机会。嗯，但过程中只要有人摔下去就没了。没错，所以是非常蛮严苛的啦，很严苛，要发挥团队的精神啊，好不好？分配方式也很重要啊，对，最重要的。好，所以呢，先来的是人辅队。好，我跟你讲，我们现在呢，谁会游泳？我不会。你们两个都不会游。我跟你讲哦，张俊奇，关吧。对啊。那谁在教？没有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平衡感谁比较好？你先看好不好？好，你不要，我不好，我不要。好，知道。我第一个，我先过去。第二个许梦哲，你过去。我们两个到了之后呢，女生啊叫东东，想办法爬到第三个的时候呢，第三个就跳过来，我们会帮你抓住，你就不会滑过的。对，你懂吗？完美。所以我们前面两个重要。完美，这样的组合绝对是完美。但最后一个怎么办？汤君喜啊，我们就只好看笑话了。我以前学体操的，我一定可以。体操，难怪这么娘。好，所以我第一棒 ，OK。然后许梦哲第二棒，后面女生。好。好，来，先走。哎，那个斜的，来了，再过来一点点，橘色，好，色的也是，来喽。现在由人辅队长第一个跳浮板，第一个要先跳到大浮板上来平衡，好让其他的队友可以安心的跳过来呢。哎呀，你看跳得多稳啊！踩在它上面就不会滑倒了。对。喷水，你要喷水，炸弹要来了！你没被弹起啊？跷跷板没看过。轻轻的。跷跷板没看过。快点，要轻轻的哦，加油！越轻越好。看你越飘越过去。可以啊，我家真的好大哦，没位置了。
次，差一点，还有一次机会。看完人不对啊，我们已经有新的策略，我们有改良版的，等一下再告诉大家。哎呦，唐君喜呀，你这个老鼠屎呀！人府队本来是可以轻松过关的，而你这么一靠过来，把队长人府给挤了出去，而且整批人都被你给打翻落水了。哈，你请假请塞狼塞狼高塞了。哎，人府队，你们下一次要好好加油了哦。好，接下来轮到第二次。哎，不对，我们的第一次。第一次。对啊，刚才看完人府队，我们知道人府队，我们想尽办法想出了改良版的新的策略。好，不要，待会教你们一个，我们就可以学你们的改良。没有啦，其实也很难改良啊，对吧？对吧？它板子就这么大而已。对啊。好，对你们的棒次安排：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非常好。好，先跑快了哈，日本节目。对啊。第一个过来一点。对。学姐是第一个就落水啊！对啊，我刚刚一直在想哦，这个应该算我最拿手，但会不会第一个跳就落水？你不要担心，应该不至于啊。第二棒比你还担心啊！对，不用怕，可以的，可以的啦。很稳，很稳，稳啊，稳啊，稳！第二棒，第二棒，要加油！帮我们上去，我们要硬扳住我们两个男生。好，最后一棒让他上去。OK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鞋子刚还没准备好。好，我OK。啊，这是我赵王右边跳，少伟哥加油啊！好，加油，赵伟哥，加油！我第五个，我第三个。赵伟呀，你真是倒霉呀，冲得太快，来不及刹车了，以为你可以来稳住浮板的，没想到你先落水了。哎呦，失败，重来。我看四杰志一定气疯了。哎呀，真是太骄傲了。失败。啊，你们才第二棒就失败了。糟糕。对啊，怎么会这样啊？还有什么改良版？我跟你讲啊，我们传统的还是比较好，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人府队第二次的表现。废话不多说，第二次直接开始，把我们的棒次讲出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非常好，组合，自己看，加油啦，加油！我还想说你们有调整过一样的，黄金组合，跳就够了，跳就够了，来喽。顺利过关吗？不要走开，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喽。OK 哈，准备好了哈。哎呀，每次跑步都好紧张啊！不要乌鸦嘴。快加油啊！哎呀，孟哲真是好险呐，差一点就落入水中，因为浮板太湿打滑一下。但是底盘王真不是盖的，就是稳呐，稳哒哒，稳哒哒呢。加油，可以吗？好，可以了。好，我趴着就对了，不要坐稳的。往前就先往前。可以。我走了。加油。前一点点，中间很容易往后。我跟你们说，你们人生最大的困境要来了，真正的开始。现在真正开始。哎，重心往前一点点，因为我会往后面。好，来了。好，来。
去吧你。可以吧？一起，一起吧，一起加油吧！加油！更好的策略，没错。对，经过了前一次的教训之后呢，本队的棒次有点异动了。上腿改变，对，只要你过去就好。第一棒，第二棒，第三棒，第四棒，第五棒，没错。我们前四队深信的，只要是我能过，大家就能过。对，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？为什么要这样子调动呢？卡巴卡，对对，我告诉你，没有，现在第一棒是少伟哥，不要担心。看到没有？学会游泳如鱼得水，但这个不用游泳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刚棒式调动有没有平衡课？换他第一棒有没有平衡课？为什么他第一棒呢？为什么要这样调动呢？后面四个人跳完都浪费。原因就是啊，他只要没掉下去有没有？就是省得我们前面跳，然后掉下去失败嘛。如果一次掉下去，那就算。我跟你讲，人不对，我们刚才打个商量，我只要上去就算我们过关，因为我只要能过，就其实不是大家能过嘛。让我们过了，好了，歪的歪歪的。哎，这个蓝色，蓝色要再过去一点吧。没差啦，有差，特别有差，最后一棒，好不好？他重新落子了嘛，太坎坷了。来了，加油！哎，我给你，哎，天乐，天乐，好的，帅哥，来了。大家一定要不敢面面墙，快点。你们很大胆，敢叫他在上面移动，他移动一亿，搞不好就掉下去了。你看，一直玩，一直玩，爱上了，不要玩，不要闹，白痴哎，他，这个老头怎么这样？很快就掉了啦。好，好，你换掉，换我喽。你一个人占这么大位置啊？你抓稳喽，我的，不行了，站不稳哎，翘起来哎，不会不会，所以他要跳，不会。女生，女生，女生，他们会照顾你。好，第三棒了，好不好？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机会 ，You can do it！ 我加油，这一棒你会成为老鼠屎？不会。不要，你不要用乌鸦嘴。不用冲太快，没关系。好嘞，加油啊，齐慧。好，我走了。哎呦呀！哎呀，你不要加油啦！好，我走了。好，如果哎呦呀。怎么改良式啊？你干脆叫他躺着，然后叫女生压到身上来好了。对啊，想吃豆腐就抢嘛，你们啊！我们那样不用抱来抱去就可以过关了，你们一定要抱来抱去。但我跟你讲，王少伟，你可怜，因为你分配到的是陈先美。我谁要可怜？好嘞，陈先美加油，准备了，准备了。没有了，他们在分析的。好了吗？准备了，不中。咚咚，慢慢走就好了。那掀起蹦蹦，还有没有？喂，快快快！仙梅这招厉害，用华磊的方式将少伟勾住，不让自己的身体落水。哎呀，厉害呀！嘿，但是也吃了不少豆腐哟。没有，不要这么。你这样腰会断掉了，你这样腰会断掉，膝盖拿走了。我跟你讲，这一集录完呢，大家你会发现啊，陈仙梅真的饿很久了。如果有任何男士朋友啊，你们呢觉得陈仙梅呢，她呢个人呢还不错的话，可以跟我们制作单位联络。你可以，大家如果呢想知道她除了现在很饿之外，还有什么时候很饿，我们给大家看一下稍早的画面。陈仙梅，你有这么饿？我要去了啦！陈仙梅，不要这样啦！陈仙梅，你这么饿？有了，加一点！我跟你讲啦，嘟到
脸上硬夹了。陈仙梅很饿呢。我们这段会吃都出来陈仙梅腰了，八道腰，八道腰，熏腰。啊，你是听到了没？腰。哎，哦，她真的饿久了耶，又饿又渴的女人呐、啊。这个好。各位朋友，赶快打电话进来吧！我歪掉了。接下来最后一棒了，最后一棒了。哦，我换完了。那我可以调一下跑道吗？不可以，不可以啊、哦！我们刚也没调啊，干嘛要调跑道？预备！我讲，你直接踩到第三块，对不对？直接往的时候已经跳了。好，开始。前面比较轻哦。看重心怎么移哦，王少伟。没有人碰你哦，没人碰你哦，而且哦，我跟你讲，问题啊就是在加风，因为加风在第二块自己滑下去，好，所以呢，这块比赛下来，获胜的是任哥。急速滑落的快感吗？很简单，两队各派两员，手拿量杯，女队员坐上游戏机，伸至高达四层楼处，一路滑下。此时需用手上的量杯接起溅起来的水花，累积水量较多的因为获胜了，大家加油！哦，霹雳滑艇。滑艇，总而言之呢，这个就是女生啊坐，然后下来有没有？然后这水花溅起来的同时，我们这些哦，好，你要加油了啊！但你们这边有加风啊，我们这边呢只有靠我一个人，好不好？那两杯要给你啊，别碰我，这要给你啊！没有汤君喜啊，派他出来，我根本一点那个信心都没有。对啊，汤君喜啊，你就试着尝试，没有心，没有希望就没有希望了，有接到一点点就可以了啦，好不好？出发了，加油，加油！啊！成功！而且重点是我们来宾有参与的，然后请到我们发奖金比较小的观众，我也是你的恭喜！哇！我天哪！那怎么可能今天都倒水了？哎呀！这一关根本就是整人，小车整上来做的人，对，接水啊，只是一个借口。目前的游艇慢慢上到顶端了，这里的高度有七层楼高呀，快要往下看，谁都会心惊胆跳的哟。
问题是这个卡住，第二个是我们有安全带绑死在那，怎么是学校？哎呀，太可惜了！哎呀，学校哭脑袋啊！学校不能死，自以为聪明，没事啊！你根本不知道有安全带，少伟。等一下，想了一副哎呀，你关心是不是机会怎么了？你关心你一下同队，你同队恶心了。我真的不敢，我真怕。怕什么啦？怕什么？他泪水出来了，怎么回事？要不然叫你跳水，你在怕什么？你是怕是安全带吧？我怕那个感觉。没关系，就紧紧抓住。感觉很嗨啊，那个很刺激，好不好？紧紧抓住，加油了！先知队最近要获胜就靠你们。你握着齐慧的手，让他不要怕。好，我们两个上去接水。好，我们上去接水。走，出发！啊，我不要啦！我是真的会怕哎。不会啦。我不是假的怕，我是真的怕。真的怕，这是出发，这是叫出发。我是说真的。等一下，你看，制作单位想要弄死我们哦，不可能，叫我们上去接水，我也看看拍一哦。我们刚刚的这样多舒服，弄全身湿的。但是我们要假装一下，假装一下，假装一下，好好，走。现在两人当中最害怕的就是张齐慧啦。仙梅目前也在开导齐慧转移目标，目的是要让齐慧不会那么害怕，放松心情来面对这一切。而齐慧似乎也比较不害怕了呢。全部都在你们这边，我在那边这整都没有啊。震惊！你们是不是刚刚只要听到我们讲的话了？完全是用头脑。对，看一下哦、喔，是不是？这边在水，这边过去没什么湿，看地上湿的程度就这样。对，你们在那边那么干，但是水在这里啊。但问题照道理讲，它这样下应该是两边会平均的波、啊。你要看地上的水，这明显嘛。哎，我们输了。有我在，当然赢。好输好输，差太多了啦！跟许孟德啊，两个要赶来帮你们的忙哎，拿那个那么大垃圾桶啊！哎，跟小朋友也要告诉你们，当蓝色呢会上了红色之后呢，会变成紫色。OK。真的吗？啊，我今天才知道。我们要告诉大家，今天是人福队获得10万块钱奖金。我要真的要跟你们恭喜，因为暌违已久的胜利，你们的那一队竟然有他们。我跟你们讲，我玩那么多次的节目，任何节目第一次赢，上第一次赢，有我那队。有两个因素，第一是比试，我跟你讲，除了10万块之外啊，我们这一队啊，我跟嘉颂就到我们餐厅结束。我不需要人家请，好不好？虾米呀，这是毒蝎子耶，那也加凶暴啦，吃了会不会中毒呀？我只有一条命呢。哎呀，真佩服你们，一定很爽口吧？你们怎么吃得下去呀？喂，来吧，尝尝看蝎子的味道吧。好，所以呢就算了，还谢谢大家，谢谢那个什么康君喜打败，还吃这个。好，没关系，大家现在都没有办法讲话嘛，对，你还可以讲吗？好了，那 Andy 可以给你做啊。好吧，那就谢谢所有今天的来宾，给自己一个掌声。